走，这又来了这个送铜的，哎。大爷，先走。大爷，给我偷塞。行，等等我。上马。大马去。来金兵。还金兵这马，你都知道这个啊？出去。我也出去。我也金兵这马，谁也没上。金胖。金胖大哥，上马。来，别想。赶快上马，贼丑马，贼丑马，去，不急。上边吧，马走到那哪？停车站内，他想从这出去，强行打中地。来，静坐。拱了，去，拱了。这我不拱哄他呢，还。笑了。笑了啊！少马，少马。哎，这个不给他给机会，不给他给机会。我们这是新手。怕他干啥？来，我下下。你回去了啊？等你去站累，过去抓双。你顶不住，人家上市了，哪能抓双？来上市。我又不说他知道上市吗？行不对，我不说他就不知道上市。那说一下，对不对？对，打他重病。人家上吧，先等你。哎，打错了。啊？哎。好大调子。哎。咋还这？啊，这个头发好丢了！哎呀，这一步去走路了，走路了，回家去吧，回家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丢一个就丢一个，丢一个有啥呢？你看，丢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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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昨天破了，丢不了，去吃了。对，先把这个吃了。再进去抓一抓，抓回来一个嘛，能丢啊？丢不了。对，看我抓的少。那还是抓一个，抓少。皮包。有。他气够了，吃了。丢个小，丢个小，来，这个小换一个大，将军，轻轻的一上市，还能干啥？对不对？哎，我听不到。来，这是在抓马，干啥来了？进去抓马，抓马他就不敢出去了，不敢出去了，抓马去了啊！吃牛鞭，牛鞭好吃。哎呀，这把真是抓了他咋了？哎呀，你这马臭大吗？臭不臭啊？我就明天嘛，对不对？吃马咋办？吃的还能带马吗？那吃中间干啥去呢？带中间。他干吃马？进去。他放着去呗。吃双马了？哪有吃双马的钱呢？人家有钱走了呢。过我的中兵。来上马。人家马上的呀。上马登双了，我也不知道，还是我先防守嘛，是啥呢？你上马都这个马没了吗？没嘛，走个这，来我继续上马，干啥呢？移掉了，我定住他就不啥了嘛。他吃点冲泡就哦，如果他最要不了他，是啊，现在他塌下，他塌下，对不对？哎呀，高高高高高高，给你们都说不明白，我跟你说，他也可以啊，可以走的。上马，踩你试了，他是想卧槽呢，还是想巴士呢？卧槽的话，我出上个试。这两个字能干啥过来？啥气也没有。是，哎呦哎呦，这个都瘫了。哎，这小姑娘，我看肚子饿着呢，就跳。赶紧上马，赶快上马，走没事吧？进攻啊！哎，上马干啥去呢？中跑就好点，可车了。那卧槽的我弹掉了。哎呦，你咋上去了呢？不读了，再不跑，他我操，我咋中午给他叫了，他不走。哎，我这在那干什么？我说他干啥了？去了，来，我继续上。我这是走他上哪去了？他上山根去，我这不就是调兵的时候吗？调到就赢了吗？对不对？干啥的？来，我继续上马。他这双马宽笑多个足，对不对？怕他干啥呢？我也上，足都看着，足都看着，一个一个都看着。退吧，踩你兵了，他都回家去了嘛。你给我操上草吧，上草，不要了，双马引圈闹死他。对，哎对，双马引圈，这是刁总的双马引圈。你是他啥都敢吃是吧？快快快，双马引圈，双马引水，他都吃了。来出来，哎，叫马叫马，双马叫马就是双马引圈。不信的啊，他马上就上来了，他上来了，他上来了，上来我上来了，我们先打第一仗好还是不打呢？先不打他。先退马，对，退马，这叫啥？卡死他！先不打他，卡死他！上市，我答应他也上市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干脆就不打他，对不对？咋了？出不来？他进去了，他进呗，对不对？把市他登了，死掉，吃掉一个收一个，对不对？好，赢了，赢了，这七了，是啊，大大将军，这七了，出去了吗？将军，随便走，上那边出，出去那边干啥呢？我继续上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让你上那边出，那边出，马后炮，少来少来，哎呀，马给我砸了吗？哎呀，这七你还。
烧不烧也不行了，这是。又叫啥？又叫啥了？将军，退马，退将军啊！将军来当主席了吗？将军，将军好还是当主好？将军。出来不好，这不好。来，过来。跟前面抽烟的听。你挡住他，他能过来吗？啊、有的时候你。那啥，你他跟脚扑过来，那会他拿的是去。他现在没气了，他干啥呢？我们那个兵在岗位上喊我们就行了，对不对？他将军下来干啥呢？干啥呢？打我这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来了这又来了，再上去谁了吗？嗯他挂的咋办呢？来，退马。这是啊，将军抽炮打死你！回马，回马看住，回马看住，回马看住好吗？这马都踏到这吧？回，直接打踏死了又，回回回，靠靠靠！这一将这马后我们绝杀了又，他失败掉了。下次。哎，这小伙子做的着呢。将军已经炮吃掉了。来，将军，那没办法，那没办法，命都没了，要炮着，命都没有，哎、还要炮，吃丢了，好像吃上就走出了，不吃，还有一个病，没事，还围呢，还围呢，还围呢，你看他贪吃的，赶快进兵，赶快进兵，还围呢，军队向前进，这像一股人死，他就没了，将军，哎，将军呢？将军呢？将军呢？将军着呢啊！你不要了呀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老爷不要，能出来吗？这是。出这边，这边，出这边，不行了。来，绝杀五姐，走，看怎么走。下来，抓哪？能下去吗？能下去吗？再走，再上去。再找那个。快走。哎呦，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八美，今天我拿出我的绝招，让九子咱们去挑战一下，走。猛子，哎呦，哎呦。来，钢炮。换掉。来，给你换。吃。哎，换了还有什么？来，皮炮。哎，我上马。走，来，我也上马。哎呦，赶快出动大字，或者出狙也行。来，出狙。对。来，我继续上马。有机会你就跟他换，我上个鞭马，换光他看看他怎么赢。来，平狙。赶快再出狙，我也出狙。进狙。这啥意思啊？打上的，打上的，打出狂的很。来，走，大狙啊，好气啊！哦，他不敢踩，踩了抽大狙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高高高高！我这么多兵，我围棋都围死你。对，就下围棋都围死他。进去。封鞭炮，哎，上看着，现在打你笑了，我告诉你。不管封鞭炮，正对就是绝杀嘛。我先把上看住，那有啥棋啊？人家不会电马，来上马。哟，上就你上马，让你上。对，先控制住，待会风炮。哎，我靠，狙下不来了。来皮炮。哎，打你狙呢？我打我狙哦，打你狙啊，躲一下，我躲一下，我惹不起，我躲得起。来，我上马。又踩我狙哦，又踩你狙，再出来嘛，再过来。吃了，吃了。这啥意思啊？不能打死了，啊炮打死了不能吃。哦，乒乓把狙打死了，少射少射。哎呀，我靠！这招没发现啊，这。将军。哦，出来。将军没了。来，再讲。这有啥呢？对狙，跟他对狙，对对狙，走。那哪来的对狙啊？哎呀，他这不是对狙吗？走。那也能叫对局啊？这不叫对局，叫啥呀？这将军进不去，进不来哦。罗氏下士啊，下士下士。来再讲，这有啥？再上士，还得上士啊？能讲死人吗？这再讲旋风马，旋风马能干啥呀？再下士，我再下来。来再讲。是，哎，上不来啊！吃了吗？是是，现在没有。走，狙都没了还？绝杀无解。走，狙都没了，走。哎，走。哎呀，高高高！